客家主祭宫捐赠四套救灾设备。31号上午，伫主祭宫的广场举办着捐赠仪式，由着董事长王文忠代表致敬救灾设备。客家区长柯志仁挥致感谢状，感谢客家主祭宫的神迹。在几个部落，时常因为救灾的问题，而产生一些悲剧啊。那么今天我们总共捐出20件救生衣，这20。这个有一个意义，20就代表爱你，爱你我们就捐出4部这个救生艇，就是爱你就要零事故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只是付出我们自己的一点心力，那配合学甲区公所然后来做这一项活动。所以说我们觉得只要地方有任何需要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全力来帮忙，全力来协助。去年823的大雨造成客家区济济所在来淹水，物资运送困难，民众是苦不堪言。客家主祭宫担任主会，秉持大道公济世万民、度化众生的宗旨，一口气捐赠四套的救灾设备，包括4台的蛟筏、中华机甲20件的救生衣等等。那我想，我们庙里面有前李登辉总统所赐给弘道保民宗教的信仰也一样，要保佑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今天的见证的交华的仪式，我们非常的感动，也谢谢我们慈济宫王董事长跟所有的管理委员会这样子的一心一意来为我们的地方做最好的服务，让我们的地方的防灾工作的能量又往上提升。以去年823这个水灾了后啦吼，我伫向咱主祭宫拜托神明，咱个捐赠几坛管花吼。今仔日我当时了作为当干事团嘛，做阿沙里哦，伊来捐献4家管花4台那个中外机啊，个20领这个救生衣啊吼。而且真感谢，将来阮这4台管花阮会做统一来运用啦吼。嘛希望讲备而不用啦，备而不用。这四套的救灾设备，公所将发配到区内容易淹水的地带，并透过消防局办理着教育训练、甲操作等等，希望在淹水灾害发生的时阵，会当发挥人救助救的能力，减少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咱的新闻，甘新富客家采访报道。